我觉得这个 Running Expo 还蛮棒的，就是给很喜欢跑步或者还没有接触这个跑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尝试一下、体验一下。因为我刚刚走进来，我觉得哇，这很像是一个那个随机搭起来的一个 shopping mall， 然后它可以体验那个世界马拉松选手的这个速度，最快的速度。对，大家可能在这个待会看百会看到他们的那个有一个防护措施，我觉得还蛮好的，很像是你去看一个艺术展览的感觉。对，的确还没有体验过这个马拉松的畅快感，那希望在下一次时间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我的 Eddie Girls 一起来试试看。如果真的非常忙，我可能就会做一些比较会让身体快速加热的那种，比如说简易的肌耐力的训练啊。那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就会自己在这个跑步机或是踏步机或是这个脚踏车机上面很轻松的踩，就是让自己心情舒缓一些这样子。